所以你都是靠什么来打动女生的？靠转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鱼姬，今天请了海王的弟弟海啸。对于女生，你有什么最不理解的事情？比如长得稍微有一点姿色的女孩，看见反光的物体，她们就会照一下，就为了欣赏自己的美色。所以，那你一般跟认识女生怎么聊天？我前几天滑到了一个美女，凌晨两点左右给她发消息，我说嗨，她给我回了个嗨，然后我就问她，我说你不睡觉？然后她问我什么不睡觉？我说你现在不睡觉吗？就以此类推，周旋了几个回合，然后就断联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两天真的有点无聊，我给她发回去一个消息，我就问她这几天睡得好？她真的回我，她说这几天睡得好呀。我就又回了她，我说你又不睡觉？然后她说这我一般都睡很晚。我说你去赶紧睡觉。就默默的提示我，他看了一眼你的主页，并且很失望的走开了。所以你都是靠什么来打动女生的？靠转。赚多少？之前有一个在东北的小姑娘，没什么事就叫出来一起玩，转了个三四万，最多的也就三四十万吧。有一个贼上头的女主播，但是还好，最近下头了。转五十？为什么？为我不讲道理。哎，你这样吧，我给你转五千，有一个，我们给我要个。你真的是一点便宜不带落的。我们同一个 level， 我这级别不高，不好说话。你觉得水瓶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